下面一个问题是本身吃素，但为淫劫，非肉不食，且缘到来的亲友点菜，是否也犯杀生罪？这个有过，不是罪。啊，不是你自己杀生的，你就没有这个罪。啊，那么现在一般呢，自己杀生比较少了，啊，都在市场买的这些，都是杀好的带回来的。啊，所以这个食，真是有过失。啊，那么现在的这个肉食啊，实在讲是非常可怕。啊，因为这个畜生的饲养都是用什么这个化学的饲料啊，用这个荷尔蒙让它长得很快，所以通通不正常啊，通通不正常，所以吃了之后啊，常常会生很多奇奇怪怪的病，病从口入啊！啊，我们参观几个这个养畜场之后啊，我们还知道这个事情，这个太可怕了啊！在从前，那么还有说了这个蛋啊，不是种蛋可以吃，这是讲得通的。可是现在到那个养鸡场里看了一看呢，那很不正常啊！所以我回来就告诉大家。蛋绝对不能吃，那生蛋的鸡不正常啊！啊，那个蛋怎么会安全呢？通通带着有病菌呢！啊，现在确确实实，这人呢，大家的工业啊，饮食是非常不卫生，非常不安全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你看素食里头，素菜都有农药。啊，这个种菜的农夫的时候，他自己都不吃。啊，他卖给你吃。这个事情是很麻烦。啊，总得要小心谨慎。素菜的时候，一定要多洗几遍。嗯，不可以生吃。啊，一定要熟吃。多洗几遍。